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发生的热门事件。沈关键将推动校园联络警官政策，警方公布刺杀本拿比女警嫌疑犯身份。魁省医生建议未有严重身体问题的婴儿执行辅助死亡。 UBC 学生因食物不安全而游行。多伦多码头惊现可疑爆炸物。多伦多凌晨发生两起枪击案件。欢迎来到 SG 新闻空间站，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日，我是 Kayla。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沈关键将推动校园联络警官政策。温哥华市长沈关键及其政党 ABC Vancouver 正推动曾在2021年取消的校园联络警官政策。沈关键曾承诺在当选后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他表示，温哥华市内有很多居民都希望学校可以恢复联系计划，但是曾经支持取消该计划的团体表示，担心计划会影响黑人和原住民学生，以及被边缘化的青少年。因为在提到校园联络警官时，他们会有不舒服、害怕、焦虑等不安的感觉，而不是安全、支持及关怀。家长代表约翰逊接受采访时表示，家长们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没有意义，而且觉得他们的孩子受到了不必要的监管和监视。沈关键将于11月7号宣布就职，他的政党 ABC 在上周选举中赢得五个温哥华学校董事会的席位，因此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约翰逊希望沈关键及其政党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要先检讨先前的调查报告。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警方公布刺杀本拿比女警嫌疑犯身份。上周，加拿大温哥华市本拿比区发生台裔骑警杨子信在公园遭受了被流浪者刺杀身亡的不幸事件。警方初步表示，现在的已知犯罪嫌疑人是曾经获得艾美奖的电影制片人贤仲元 Ham。 据 Global News 报道， Ham 是一名出色的导演、电影摄影编辑人员，曾制作多个电视和纪录片作品。2014年曾经制作的一部旅行和美食纪录片中获得了艾美奖。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年，贤仲元被指犯下性侵事件，直至2017年才被证明无罪。贤仲元在成为露宿者之前，曾与室友挺同住在温哥华的一个顶层博文单位，并有居民在2021年1月时报警，声称受到了死亡威胁，担心此人心理健康存在问题。贤仲元在事发之后同意搬离大楼，可又在2021年2月，他被指控殴打警察。今年3月又在温哥华海港中心美食广场殴打了一名保安。警方相信贤仲元是因为不能再在公园搭帐篷而令他情绪失控，所以拿起了尖刀刺杀了杨子信。现在他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魁省医生建议未有严重身体问题的婴儿执行辅助死亡。联邦就业劳动力发展及商建部长库尔特罗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访问中指出，一名魁北克省医生曾经向他提出的建议，可以考虑用辅助死亡的方式帮助不足周岁并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婴儿提早脱离病痛的折磨。库尔特罗表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害人的说法，并且他不能接受和支持这种做法。据报道，这项建议是一名魁北克省医生学会代表莱路在国会山召开听证会时提出的。莱路说，他的学会相信婴儿大至周岁，如果身体有严重肢体缺陷、严重的综合症或者存活几率接近零，这样的婴儿只会为将来带来苦楚。这个时候，父母必须做出决定，不让婴儿受苦。库尔特罗对于这个言论，他表示，这是人们经常对残疾人的生活做出错误的假设。事实上，他经常听到的一些残疾人寻求辅助死亡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住房或恰当的护理。UBC 学生因食物不安全而游行。在本周五，数百名 UBC 学生在课堂外游行，抗议学校食品安全资金的减少。与此同时，学生们表示，他们看到学校的社区冰箱在几个小时内就空了。校园食品库的访问量也在增加。
周五下午，学生们从学生会大楼游行到总统办公室所在的图书馆，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获得持续的食品安全资金，随着通货膨胀和学生人数的增加。UBC 学生会的一份报告称，自2020年以来，其食品银行的游客增长了495%。UBC 负责学生住房和社区服务的副总裁帕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财政年度用于粮食安全倡导资金没有减少。他补充道，将额外提供50万加元的资金，以解决校园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使该校园整一年的财政经费用于食品安全相关需求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40万加元以上。学校目前正在寻求长期资金，以提供持续的食品安全支持。多伦多码头惊现可疑爆炸物。周六下午4点左右，有机场官员报警称，在多伦多一侧的渡轮码头附近发现了一个放在自行车上的装置。机场官员怀疑这是一个潜在的爆炸装置，但警方疏散了渡轮码头，并关闭了通往机场的行人隧道。机场停止运行，起飞和抵达的航班也都被延误。该地区的3栋建筑也被疏散，流离失所的居民确切人数尚不清楚。Port Toronto 随后证实，涉事的自行车随后被移走，并将进行严密的检查。警方在周六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事件是导致加拿大航空公司的2架航班改道飞往汉密尔顿。中央岛机场的跑道在晚上已经关闭，几名滞留在候机室等待的乘客后来也被疏散。多伦多警察说，已经拘留了2名与事件有关的嫌疑人，他们正在配合调查。多伦多凌晨发生2起枪击事件。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周日凌晨发生的2起枪击案。2名男子在枪击事件中受伤，并被送往医院。警方称，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凌晨3:09左右，地点是在珍珠街与西姆科街交叉口附近。一名男子被发现有非致命伤。第二起事件发生在1个多小时后的凌晨4:20左右。警方表示，在 James Street 和 Shoreham Drive 地区听到了枪声，一名男子受伤，他也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未对这2起事件是否有所关联发表任何声明，并希望目睹2起事件的民众与警方取得联系。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这里是 SG 新闻空间站，我们明天见。